刚才陈老师提到一个患者，他在5岁的时候被爸爸暴打，然后后来还能够记得起这个状态，而且在您的观察下，他好像还有残留很多5岁的时候的待人接物的那些东西。对，当他来看我是来找我是因为他患了抑郁症，然后呢我在给他做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发现到他现在的行为有退行性行为，而且退行的那个状态就是他5岁的那个状态。嗯，好，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我试图用一点时间来把这些事情讲一讲。首先呢，就是在处理他某一个单个的创伤性事件的时候，我们在经过良好的评估之后，可能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个事情，我们不会认为他后来的问题跟这个单个事情有关，而是多因素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亲的人格。科胡特说，父母亲是什么人比他们做什么要重要。如果父母亲人格基本健康的话，有一件这样的暴力事件的事件不足以对他的核心人格的形成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他得了抑郁症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他和父母亲的整体的这种关系。好，然后再单独的说抑郁的这个状态，抑郁可能是或者说肯定是啊21世纪最大的疾病。以前被诊断成神经衰弱的那些人，我在高中的时候被确定诊断为神经衰弱，里面有80%的现在会变成抑郁症，其他的20%就是焦虑症或者是强迫症。国际上现在已经不使用神经衰弱这个词，但是在中国的诊断标准里面仍然还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些搞诊断标准的人有一点自恋，他们针对我知道他们一直神经衰弱工作了一辈子，然后突然这个名字没有了，他们会有自己都消失的感觉。到时候要跟他们谈一谈，分析一下。对，分析一下，不知道他们那个能不能耐下心来听我们这样的分析。好，抑郁症的跟刚才我们说的攻击性的逆转是有关系的。人天然的有攻击性，这个我们已经反复说了。这个攻击性如果能够向外和向人化的话，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在早年的关系中间，他们的攻击性不可能正常的向外转移的话，他们这个攻击性就会针对他们自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他一天到晚都揍自己的话，他的情绪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对于抑郁症的病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他的攻击性向外。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抑郁症的人参加我的小组，然后我对他的状态做了一些分析，分析完了之后呢，他觉得我对他很有帮助，然后就说曾英老师谢谢你，曾老师谢谢你，连续说了几个谢谢。然后我就说你谢谢我让我感觉到你在攻击我，谢谢就是攻击。然后他就觉得很冤枉，因为这是他的潜意识水平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不会觉得我说谢谢你是攻击，但是在精神分析这个框架里，你如果谢谢我，我就相当于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把我推开了，我为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用谢谢使我们两个之间再重新回到没有关系的这种状态。而我说你在攻击我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诱导你攻击性向我，管你有没有，我说你攻击我的时候，你都跟我发生了关系，有了链接。这样是缓解了他对内的攻击，极大的缓解了他对内的攻击。这个事情是在吃中饭以前发生的，我跟他说了好几遍，你用这种方式在攻击我，把我推开了。然后那天中午他睡了一个从来没有好的那么好的午觉，从来都睡不着的。这个表示什么呢？内部冲突缓解，针对自己的攻击缓解了，而且他的攻击性找了一个点，就是我，就是他攻击我的时候，相当于他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在陪伴他。所以那天中午他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而且是可以任意攻击的人的陪伴下，安全的睡着了。这个时候他是安全的，因为他的攻击性直接指向我了，他睡着了，睡得很好。那么意思就是说，首先是说，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健康状态常常是一个他有一个外部指向，就有外部攻击对象的时候，他是
他的状态是健康的。这说到了客体关系里面的核心，就是我们人活着是要找另外一个人在寻求关系。在我没有说你在攻击我的时候，他的利比多和攻击性都没有指向，这是空的，所以他只能针对自己，这样子就折磨着自己睡不着。但是在我稳定的给他这样一个关系之后，他就可以睡着了。我们只有在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安然入眠。举一个例子，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有两个心身问题，一个呢就是失眠，还有一个就是肥胖。肥胖这个事情我们放一放啊。他的失眠是怎么样被治好的呢？就是欧洲有一个名声不太好，主要是品质上面的名声不太好的江湖医生，但是治疗的功夫是很厉害的。对俾斯麦的治疗，就是在俾斯麦睡觉的时候，这个江湖医生就坐在他床边一句话不说，然后俾斯麦在睡，睡着了之后早上醒来，看到这个人还一语不发的在那里坐着，连续搞了几次之后，俾斯麦的睡觉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治疗的原理就是，俾斯麦在入睡的时候，他很放心的想，我不管睡得多沉，有一个人在那里稳定的待着，在这种稳定的客体关系情况下，他就睡着了。这个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抑郁症的病人是一样的，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在想着我在攻击这医生，而且攻击的方式是谢谢他，所以他很好的入睡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用的另外一个词会有关系？我们现在很愿意用连接这个词，当我们把自己跟外部世界的某一个人或是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内部向内部的攻击或者是内部的压力就减小了。这又一次说到了趋利理论和关系理论的核心，人活着是为了寻求跟他人的链接的。这个跟发微博是一样的，我们发微博就是要追求点击率和来自他人的回应，别人越这样做，我们做的就越起劲。但是如果我微博搞了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点，也没有一个人回复，我们就可以不搞微博了。这跟死亡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来自他人的回应的话，我们活着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会死掉。对，好像鲁迅当时也是说过的，一件做一件事情，有人反对是让人振奋的，啊，那有人赞扬的是也会推动你去做，就怕没有反应。好。家长如果对一个孩子说，他要做这件事情，你反对他跟赞扬他，不是都给了他一个？是的，给他一个外部的攻击对象，都表示我还活着。所以最不好的就是忽略，没有反应。对，这是最大的虐待。有实证研究显示，早年被父母亲强烈忽略的人，他们在成年之后会有莫名其妙的全身疼痛。或者某一个部位疼痛，这种疼痛的意思就是好像有人在打我，这表示我虚拟了一个糟糕的关系，糟糕的关系比没有关系更好。我们曾经做过调查，问听课的几十个人，现在要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面去待20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你一个人去，还有一个呢就是带着你的仇人去。经常的情况下，80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愿意一个人去，然后其他的人都是选择带一个仇人去。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定律，哪怕有一个坏的关系都比没有关系要好。然后您刚才说鲁迅说有人攻击也是有客体的回应，我们在被攻击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高兴。然后回到您说您攻击领导这个上面，您攻击领导这实际上也是让领导高兴的一种方式，从潜意识层面来说这个也叫拍马屁。反过来看，可是我总是因为这个而离开了这家公司，所以我就不断的出一个正公司。但好像也不是你的老板把你解雇的。对对，每次都是我自己走的。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攻击还不够，还要？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我这个现象。我总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当我进一个公司的时候，我要以这个公司为己任，然后老是觉得老板的决策是错误的，我要为他负责，然后我就攻击他。然后他本来一直以此为荣，然后后来我就用精神分析跟他分析了一下，我说你这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你肯定是对老板有某种仇恨，也许是因为你潜意识里面的。我当时是用自卑来解释的。开始他是很愤怒的，后来有一天他觉得真是名言之一，攻击是用来掩盖亲密的。
就是我害怕跟你太近，那种近可能会让我们彼此都消失自我边界，所以呢需要攻击。这个可能反映了您在早年的时候跟父亲或者母亲亲密的愿望，就是已经如此之近了，所以不攻击呢就可能边界会消失，这个是潜意识层面的。好，然后再说抑郁。抑郁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防御机制这个角度来说，是向外的攻击没办法出去，所以呢就转向自身。第二个抑郁症的特点就是，过于强大的超我，这种人就是从自恋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自恋的，所以最高级别的自恋是自杀，就是他的攻击性完全的不能够向外，所以他完全的针对自己，所以这个叫恶性自恋，最高级别的这个自恋，是因为超我的强大使他只能朝向自己，是？超我的强大使他本来对自己只实施两分的惩罚，但是他对自己特别的特殊，对自己实施惩罚是十分。因为他有一个持续的自我惩罚的那种东西在，就是他太瞧得起自己了，以至于给自己的惩罚都比一般情况下要多，这就是过于那个强大的这个超我。对，自杀的人常常是过于过于强的，过于重视自己了。对，就是这是自恋，这很经典。这是自恋。对，还记得四个轮子吧？就是利比多、攻击性、自恋、关系，这四个轮子永远都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或者说永远在这种最本的或者是最高级别的这个范围里面讨论问题。那么也就是说，自杀首先是他的攻击性朝向内，对，而完全不能朝向外。再加上如果他是有一个过强的超我。再加上自恋，自恋本身就是攻击朝向自身，就是攻击朝向自身。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就是说自恋的人什么呢？他刀枪剑戟都舍不得给别人，都给自己了，都给自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心理问题道德化，这种人实在太自私了。那个揍都舍不得揍别人，都揍自己。刀子都舍不得插在别人心脏里面。都留给自己，这个也太肥水不流外人田了。这种人是不是他如果从人格的成长上来讲，他在刚预期这个部分呢？可以是这样子的，就是只要是涉及到人格障碍，他的发育阶段都在刚预期，就是高度的那个控制啊，那个等等等等。然后接着说超我、自我、本我，这个概念是所谓的弗洛伊德的第二定位理论。弗洛伊德从来都是把精神分析搞成所谓的地质学。意识、潜意识和潜意识，这是地质学嘛？然后地质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看看地底下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有比较大的探究癖的人比较适合搞精神分析。然后第二定位理论呢，就是自我、本我、超我。但是后来的很多的精神分析师已经不再说这些概念，比如说比昂，这是非常重要的、深刻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他在有一次英国的塔维斯多克医院里面做案例讨论的时候，几乎有点带着鄙夷的那个口气说，自我、本我、超我在临床上基本上没什么用。然后我也曾经写过用自我、本我、超我分析一篇小说的东西，一个澳大利亚的搞心理治疗的朋友他这样说，他说我没想到大陆的朋友还在提这些词汇，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后面的情绪啊。但是如果我们碰到德国的精神分析师的话，他们经常还是提这个，所以这个不存在什么先进啊、落后啊这样一些东西，这个我觉得还是使用的体系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抑郁症的需要说的事情，就是抑郁症的人一般是自我边界不清楚。那个意思就是，我没有办法使用比较好的防御来保护自己，所以呢，风吹雨打就容易进入我的内心世界。抑郁症的病人会因为下雨然后他伤感了然后自杀了，或者认为别人一句什么攻击他的话他完全没有防御，这句话直刺他的内心，然后他就自杀了。如果我们重温一下岳阳楼记范仲淹那个岳阳楼记里面有两句话实际上说的抑郁症和非抑郁症的那个区别。他说如果天气比较糟糕啊，然后登上岳阳楼就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叫做悠长未及。就是别人说一点随便什么话都可能对我的情绪产生巨大影响，
这就表示我的边界不清楚了。还有一个词叫做宠辱不惊，这就是完全不抑郁的状态，就是管别人对我好还是坏都跟我没关系，这就是健康的自我边界清晰的这个状态。这个边界是怎么形成的？防御。是防御。对，城市的边界是由城墙决定的，城墙就是防御，然后人格的边界由人格的防御组成的。这跟防御机制不是一回事。完全是一回事。完全是。就是防御机制，哎，就像我们国家的边界也是由防御组成的一样，军队嘛，在这里驻扎，然后有个界碑，我的边界也是由防御来决定的。如果我的防御弱了之后，就变成抑郁症，就是别人对我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举个例子，在两个人恋爱中间，边界是最模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受到伤害。非常非常容易。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关于爱情的诗歌或者歌曲都抑郁的原因。曾氏关于爱情定律，就是假如你想念某一个人的时候仅仅是感到快乐的话，你只不过是喜欢他而已，但是如果你想一个人的时候变得抑郁的话，这表示你肯定爱上他。爱让人没有边界，这是有质量的爱，是让人没有边界。抑郁症是处在对自己的爱中，所以是自恋的典型的表现。我们以前会很欣赏那种具有淡淡的抑郁气质的人，那种人实际上就是自恋型人格。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了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程度，也许是自恋型神经症，就是程度比较低一点而已。自恋是后来的精神分析主要的研究的东西，我们再重新从大的范围里面来说一说。弗洛伊德他永远都在谈所谓的恋母情节或者俄狄浦斯冲突，爸爸妈妈孩子，这是三角形的。所以有人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叫做三个人的心理学，然后在现代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里面永远都只谈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这就变成了两个人的心理学。爸爸变成了什么呢？爸爸变成了母婴关系的背景，就是爸爸真的是不太重要了。然后到了科胡特这个地方，就是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理学，永远都在谈自恋，就是这个人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又取决于爸爸妈妈怎样对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利比多和攻击性没有办法正常向妈妈投注，他就有可能投注到妈妈的替代品，比如说长头发、女性的内衣、高跟鞋等等等等，这就是恋物癖的形成。假如这个人倒霉到都没有办法本来应该投向给妈妈的利比多和攻击性投射到物体，那就只能够转折回来投向自己，这就变成了自恋，这就是自恋的那个来源。我们在说到自恋的时候，就表示只有一个人的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是从三个人到两个人的再到一个人，然后马上就有一个近乎哲学的问题，精神分析下一步从一个人的心理学会发展到什么。西安的詹天布老师说有可能变成没有人的心理学，他引用了禅宗的一些观点，具体是什么大家可以跟詹天布老师聊一聊。那是不是就叫无我呀？有人说可能是主体间，就是在两个人打交道的时候啊，实际上两个主体都呈现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很健康的一种状态。这样子从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就好像没有人，就是两个人都是主体，没有你也没有我，只有两个人之间的链接。这也是比昂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单个的人是不存在的，人必须在关系中间才能够呈现自己。我对刚刚有一个问题还是有一点问题要提，就是你刚刚讲有一个人说谢谢你，然后你告诉他你是在攻击我，之后他就睡了一个好觉。那我本来的以为就是利比多和攻击性它是一种能量，然后他朝向自己，但是我无意识的我选择了朝向你，我说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已经把这个能量投注到你这里去，不管你告诉了我还是没有告诉我，反正我总是把这个能量已经投注到一个对象上去了，这不解决问题。
这个在潜意识里面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一定要把它那个意识化。精神分析的主要的目标也是让潜意识意识化，而且我通过这种说法，实际上我用的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如果要从理解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催眠。就是我催眠性的认为你持续的有利比多和攻击性针对我，这个相当于把它暗示了，你可以说中了一个心锚，然后它就持续的处在这种状态中间，然后它分配给自己的能量就少了，就是攻击性少了，然后所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已经从弗洛伊德那种就是花很多的力气来建构理论的这个方面啊，转向了临床治疗。我个人现在动脑筋动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如何从外面改变别人内在，心理治疗实际上就是做的这个事情，从外面改变内在。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整个人格所制造的那个场啊，对他人的影响。这是真正的心理治疗的努力的方向，就是制造改变。如果不制造改变，谁谈多少理论都没用。那么是不是现在并不需要像经典的精神分析那样，让一定要把他的潜意识的冲突啊，或者童年的创伤啊，把它呈现到意识层面上？我只要知道我告诉你你有攻击性，然后给你一个固定的关系，让你的攻击性有去处，这就得了。是的。我们可以把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极端化，比如我跟一个病人谈了五十次，每次50分钟啊，50次，从来没有谈过他的童年经历，也没有谈过他爸爸妈妈是什么性格，而只是谈他和我之间的关系，这个叫不叫精神分析？答案就是这是最正宗的精神分析。为什么呢？因为通过移情，他跟父母亲的关系会转移到跟我的关系中间。最正宗的精神分析也遵守所有的心理治疗所应该遵守的原则，就是此时此地，我在他退行的情况下跟他谈我和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解决他和他父母之间的冲突。因为过去通过移情在现在呈现，完全可以不谈以前。一般人对精神分析的误解就是好像我们永远都要回到他的童年来谈他跟父母亲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活在过去。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同样的也跟佛教的努力是一样的，就是佛教认为一个人是怎么样叫做觉悟了，就是怎么叫成佛了，就是活在当下，充分的活在当下的人就是成佛的人。然后精神分析通过对移情的分析，实际上就是要消除过去对他的限定，要他背叛自己的过去和童年，让他更充分地活在当下。这是不是就是说经典的精神分析在治疗过程当中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人们对此不满，那么不断的发展，现在就开始就找到了一个途径，用现在的关系，就好像任何当代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任何现在的关系都是过去历史的表现，或者过去历史的呈现，过去伤害的呈现，过去跟父母关系当中这种不良这个倾向在当下的这个治愈。可以这样说。而且弗洛伊德本来就是这样想的，今天精神分析也是这样想的。那么为什么弗洛伊德那个时候要用很长很长时间呢？那躺在沙发上然后不断的在那说要说好几年呢，而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年多年了。是不是因为发展呢，发展出那个关系，因为弗洛伊德那个时候好像他主要的，我的理解是他主要是要把潜意识的冲突或者创伤呈现到意识层面上来才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现在我们理论基础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上面没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我估计弗洛伊德当年之所以用那么的长的时间来治疗一个人，有以下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他搞的是躺椅技术，让病人躺在上面，这样子就会有更非常非常大的退行，要从非常非常大的退行中间把它弄到现在啊，这个花的时间的确是比较长。第二呢，就是弗洛伊德他没有搞太多的关于移情焦点的东西，就是他设计的问题是的确是太广泛了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设定具体目标，而不是泛泛的说怎么样人格成长。我刚才听你说的一句话很重要，你说移情焦点。对，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做治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聚焦于某一个。是的，就是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移情反应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花的时间就短。但是如果我们要改变从一个人的人格的结构，他是不是还必须回到经弗洛伊德做的那些事情？可以这样说，实际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从来没有离开过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是错的，只不过是不完整而已。弗洛伊德是从生物学层面帮助我们理解了人是什么。只要我们人还有生物学的存在，弗洛伊德就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他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有更好的观点来替代他。前段时间有一时报，就好像是那个《时代周刊》的那一篇文章，就是《王者归来》，就是弗洛伊德，就是说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的死去。现在精神分析发展的方向就是实证研究。以2000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坎德尔为中心的一般世界顶级的脑科学奖，他们3年之前办了一本杂志，叫做《神经精神分析》。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精神分析的发展不以脑科学的研究为基础的话，他肯定会死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他得诺贝尔奖然后发表演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精神分析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人类心智的最好的模型。模型是需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理解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模型。是，比如说我们理解宇宙，就要先有一个大脑里面有一个关于宇宙的模型，然后再理解它。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话，宇宙就消失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霍金最近出的一本书，叫做《大设计》（Great Design）， 里面就是说到这个哲学的这种观点。同样的，我们如果要理解人类的内心世界，我们需要一个模型。康德认为，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是最好的模型。没有任何东西比它好。我实际上也不太相信，以后我们能够找到比精神分析更好的理解我们内心的模型。但是脑科学的发展现在对于人们的做梦有许许多多的新的发现和解释，这些东西会对弗洛伊德的原来的梦的解释产生冲击吗？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有人统计一下，大概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的正确率是50%。哇，那还是有50%已经不错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在没有科学技术在垫底子的情况下，他几乎是靠猜测然后对了50%，然后但是实际上在现代的脑科学没有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弟子比昂就已经对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做出了抨击。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达成，而比昂认为梦是我们试图整合我们各种心理碎片的努力。